世事唔会尽如人意。我要等到咩时候？耐心等待，等到你耐心够强大。如果你想飞上枝头，就唔可以俾你想要嘅一切。喺呢个紫禁城欺负我、亏欠我，我一个都唔会放过。就算佢魏璎珞做咗令妃，都唔好妄想挡我去路。魏璎珞，你警告我点解唔敢？呢一招借刀杀人，佩服。借边个嘅刀？借我嘅刀。杀嘅系边个？杀嘅系皇上对我嘅恩宠。我容音一生从来冇做过一件坏事，点解会落得如此下场？人人都系戏子，唱一出繁华盛世、清明世道，联手一齐害你、呃你。喺你眼里面，就系你手上嘅棋子。最令朕觉得匪夷所思，系你一直喺度袒护佢，因为佢系我嘅希望。